哎，撸了，会晕血下路。哎，死了！你说呢？我撸了，杀他！我给你来个治疗。哎，我怎么平A了？没事，我卡了一下脚，可能是A不到。 第一件直接买这个，还可以啊。两个眼，我操，两个眼。OK， 我先。我操，直接两个眼对线。是吧？你下面下一波有 Q 把搞了。三秒，OK。 还没E，我可以 Q 到他，差不多，我要撤一下。 我升个三，升个三，来升个三，来升个三，来！宰他！我们三，来来来！哎，你们怎么这么点血啊？我死了吧，直接！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三个没闪，三个没闪！死不了，死不了！三个没闪！操！我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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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！我到，我到！一个人打不死他们。没一好，哎，老子在这不一了。是大吗？是东西？怎么走到你后面去了？伤害太低了，我操！记得吗？ 先出个这个，看看这刀具罩我得干嘛的。绝对抽象杀入这俩。哎，没有修。来，先杀塞拉吗？来，我给你治疗。我死不死？没事。啊！我感觉我有机会把他杀了。哦。啊！好像没到。月下无限灵。 OK， 喂，我这波还行吗，泡芙？兄弟，我这一波感觉他是觉得有问题的，这两个攻速绝对起作用。看一眼，那盲僧一滴血。我一个兵六 ，OK。 他很狂、啊。 牛逼！我他很狂耶。错了。哎，我回二，两次都没。比较刚好。啊，不走。哎！我为什么没二？不玩呀？没事，给他们一个塔杀的。 没事，塔杀的。不是，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就那个三层那个东西。我这个刀好准啊！对吧？哦，我这就是每 A 一下30的被动，还加移速。哎，那俩好像很来劲啊！快走，好走哎！他俩伤害挺高，挺高的。 我8秒大，准备弄了我。应该打不过他俩都打不过。走。作为道这边。有加速吗？我来了。有了。我给不到。没事没事。很远，我跑了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牛逼！哎呀！第二个出啥？ 不，伤害很高。经验是，我替代。这个干什么的？我这个到底是？你这个是光明黑暗切换的。你这个像智慧默认啊？对啊。不是，这个是你 A 了之后会加自己的护甲，然后会给你增加那个护甲穿透和魔法速穿透。是吗？对。那我买这个干啥？就 A 6下之后就满了。 你是不是看他长得像弓，所以你就买了？对啊，我看他长得很帅。6下两个都满。装备呢？别闪！没事。我暴击了，好痛！好了。把伤害真的暴击。我操，这营业无敌啊！现在。我操，手真长。这营业真无敌啊！我操！我感觉我死了，好像。我操，控到死了。 挺狠，直接原地罚站啊！我治疗。好，哎呦，他没闪呢。我也演，我打不到他了。
我一直好快啊！我不行，我想追他，算了吧。不是箱子在这儿。不要。箱子在这儿。凭什么给我打？谁呀？我可以变羊杀的。哦。哎。欧莱斯。但是。哎。尊严还挺没可能，走不动路啊。哎，太久没有玩这种玩死了，我操！卡的很。屏幕都脱维了，我操！ 全起来没闪的，这么厉害吗？哎呦，感觉还行，这猴子，但是要发育。我来了，我到了，我也变羊。这么急了，投了，道具。 这无敌啊！我操，一百法强。妖姬出这个是不是无敌啊？主动的是吧？只要是刺客出这个都无敌。他是有。这个版本肯定伤害很低，这个版本的。他是以前的那个明庸火之庸吗？那种装备吗？感觉还行。不太像，他是要打对面百分之三十血，然后火焰秒射会爆一下。 好像掉了，得重新拉。我汉化一下，兄弟们，我重进一下，等我一下。OK。拜拜了，拜拜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拜拜。